你想收买我，做梦！你就想拿这几条破枪收买我们玲珑山的心，门儿也没有！你可别忘了，你当初是怎么对我的，一笑，可泯不了恩仇。拿下来了！好样的！ 真没想到，我这个阿弟这么有骨气，真给阿姐长脸。慢。 胡彪，你抓了艾龙，艾龙今日叫你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，我看这笔账就两清了吧。胡寨主，大头人的意思。 原谅你了，龙子大人。这次前来，我专门从刺猬岭挑出最好的十条枪，送给龙子大人作为我们结盟的见面礼。结盟？怎么是结盟来的？结盟？这个人的脸是牛皮做的吧？ 就凭区区十条破枪就想与我们结盟，脑子坏掉了吧？做什么美梦呢？就是胡彪，你看见我们玲珑山的勇士了吧？赶紧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，别在这丢人了。龙子大人治军有方，胡彪佩服。不，我龙次不治军，我们玲珑山作战。 只是为了保驾未完，哼！你刺猬岭人心无惧，却来拉拢我玲珑山下水，你真当我看不出来吗？今后刺猬岭再有人为结盟使前来，不必问我，直接赶出去。哈哈哈！宋克。 小姐，咱们走吧。好，走。艾龙啊，你可是把你骑马叔气得不轻啊！啊！ 哈哈哈哈哈！艾龙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改变主意了？阿爸，胡彪想用几条破枪就收买我们玲珑山，咱们玲珑山的心哪是他几条破枪就能收买得了的呀？对不对？嗯，你娘说你长大了，果然呢，说得好。胡彪小子，想有点小恩小惠拉我下水，可谁知道连艾龙这关都过不了。 不愧是我龙次的儿子，干得好！<笑>艾龙，哎，你今天可真给咱玲珑山长脸，你阿姐我现在对你可真是刮目相看了。<笑>哼，你呢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还在受罚期吧？你私自外出，我该怎么罚你啊？阿爸，我没有私自外出，我一直在家绣花呢。还敢狡辩，我早就看见你了。 阿爸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可是艾龙给玲珑山长脸的大日子。嗯，我身为他的阿姐，我要是不参加的话，多不给他面子，对吧，艾龙？嗯，对，今天这个场面，阿姐必须得参加。看来这柱子哥的神使啊，真不是白给的。神使？
什么绅士啊？哦，不是绅士，我说的是绅士。你看我，玲珑山龙四大人的儿子，又有这么豪放霸气的阿姐，我要是太弱了，不是给你们丢脸吗？血统是其一，艾龙的努力我是看在眼里的。阿爸，其实今天这主意啊，并不是我想出来的。哦，那是谁啊？是柱子哥。找得住？嗯。他那个只知道吃饱了不饿的脑子，他能想出这种办法？你就别把什么好事都往他身上揽了，反正他在我这是翻不了身的。哎，我说阿姐，柱子哥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他从一来咱们玲珑山，你就开始处处针对他，差点没闹出人命来。你说你都绣了这么长时间花了，怎么一点长进也没有？嘿，你小子，刚夸你几句你就不照北了，居然说起你阿姐我来了，是不是骗了？好了，把东西放下。艾龙说的都是大实话。尹娜，这段时间你对人家赵德柱可是太过分了。嗯，你该好好反思反思。人家赵德柱到底怎么惹着你了？救出艾龙，你不但不感恩，还在玲珑宴上整人家，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啊？哼！至于你，啊，人家好心好意向你道歉，你差点拿弩射人家，射到了别人，人家大老远的把人给你背上来，任劳任怨的给他治病疗伤，你不敢好好的谢谢人家吗？你们都被他可怜巴巴的外表给骗了，就我清醒，所以什么都是我的错。切，阿爸，这柱子哥还真是神通广大。艾龙，你柱子哥不仅仅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也是你的良师益友啊。艾龙，以后你得跟你柱子哥好好的学学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阿爸，我知道了。叶娜，你说呢？是要跟他学。又顶嘴。哦，只要不让我绣花，让我干什么都成。好了好了，都散了吧。好，阿爸，那我们先走了。起码你等一下，今天这事儿你不会没一个孩子看得透吧？大头人，我这也是一心想给玲珑山赚回点面子，没想到疏忽了。是疏忽也好，还是另有想法也罢，这事儿已经过去了，我也就不追究了。只是你要知道，这玲珑山的头人是我龙次，该为玲珑山做决定的还是我，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。是。红英，我叫你来是告诉你好消息的，这事儿咱们不是办得挺好的吗？刚才艾龙还告诉我呢，头人都夸奖他了。你说你怎么还唉声叹气的？我可不像你，那么一点成绩还值得骄傲吗？我上山那么长时间了，到现在都没有完成任务，愧对组织。我是你的领导，要怪也先怪我呀。不过我倒觉得，在玲珑山这段时间有你陪着我，我特别开心。我在跟你说正经事儿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精力跟你在这谈情说爱。再说了，我心里面只想着完成任务，如果你再这么胸无大志，现在就可以走。我不走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，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在这冒险呢。真的？啊，那你都得听我的。不是红英，现在就走。行，我听你的，你说吧，下边怎么办？哎，赵英雄，我们头人有请。他们寨子的人都不敲门呐。没想到赵英雄年纪轻轻的，什么事儿都拎得清啊！啊，哈哈哈哈哈！现在我玲珑山跟胡彪那伙人算是结下了梁子，这平白无故的多个敌人，赵兄弟，依你看我玲珑山之后该怎么办呢？这还不好办吗？多了个敌人再多交个朋友呗。哪有那么容易啊，人家可是上杆子主动求和，咱们倒好，当众折了人的面子，
现在你想说和好就和好，怎么什么便宜你都想占呢？胡彪是土匪，那玲珑山能跟土匪交朋友吗？那你的意思是，大头人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共产党？共产党，这恐怕就更难了吧？这牢里面还关着一个共产党的人呢，这朋友恐怕是交不上了。哎，这怎么不行啊？你不是怎么知道啊？万一谈成了呢？啊，你就说是误会，把牢里的人一放，不就完了吗？凭什么呀？你是比别人脸大，还是比别人长得帅？哦，就凭你长的这一头卷毛，那也不是凭你这张损嘴。你什么都怕，那什么事都干不成。当着龙四大人的面，我说我敢去试试，你敢吗？真是小。赵英雄，那你愿意当这说一科？龙四大人，您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赵德柱为了报答寨子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我愿意当这个信使，下山找共产党交涉，让共产党的人上山来，咱们坐下来和平谈判。我愿意为玲珑山争取最大的利益。赵英雄，你敢当着我的面提起此事，我龙四佩服你的胆识啊！哎呀，说句心里话，我正有意与山下的共产党说和，可是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呐、啊。你的出现恰如雪中送炭呐、啊。能为龙四大人分忧，是我赵德柱的荣幸。好，那我就派雷火送你下山。不用，那么多人派都太足了，那看起来就不像和谈了，那再踏崩了。嗯，也好。那我就一个人准备下山去了。嗯，辛苦你了，朱四。哎，别客气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回可是成了。在里面坐牢，都没有我们在外面惨呐。多吃点，多吃点。英子，这大雾天的，你不在屋里待着，跑这儿来干嘛呀？刚才还没雾呢，天变得真快。英子，你琢磨什么呢？我想先把牢里工作组的同志给救出来。我跟你说吧，龙四刚才把我叫过去，现在交给我一个新的、更艰巨的，只有我赵德柱才能完成的任务。啊！你赵德柱一个人才能完成的任务？我跟你说吧，龙四让我下山找村里工作组说和，要交朋友。真的？哎，你说这事要办成了，是不是大功一件呢？当然是大功一件啊！他们提什么条件了吗？没有，我提了。你提条件啊？那当然了，我就跟龙四说，这件事儿我要是办成了，那牢里的人必须交给我处置。你不会是以牢里这个人作为筹码，等下山找刘政委要点什么东西吧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质疑领导、怀疑领导啊？准备什么时候出发？你不是收到消息，说胡村队每天都在山涧拉练什么的吗？嗯，我就挑这时候过去。哎，我给他们一惊喜，我让他们抬我进村，我要光宗耀祖。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就要光宗耀祖？这不是板上钉钉吗？工作组不是一直想团结玲珑山什么没这个群众组织啊？少数民族群众。少数民族群众，你看那些共产党不是一直想跟玲珑山交朋友吗？现在玲珑山答应了，那刘政委不知道乐成什么样了，肯定乐坏了，这事儿没跑。
大哥，就去弄一个人，这阵仗也太大了吧？吉玛的话你能全信吗？他说一个人就一个人，你长点脑子行不行？那吉玛要说的他是真话呢？就去弄一个人，这么大阵仗，那传出去了，你不怕丢人，我还怕丢人呢。他敢折我胡彪的面子，我能轻易放过他吗？就是要多带点人吓吓他。当家的，不要总想着争面子的事，家里的后院也得看紧了。怎么个意思？哦，对，我就带一队人马，肯定就能把赵德柱那小子胆子给吓跑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干嘛呢？马上要走了，我收拾收拾东西。准备什么时候走啊？我收拾完就走啊。哦，我保证完成红缨的交给我去完成的任务。这是我写给刘政委的信，上面是玲珑山所有的情况，务必亲手交给他。你放心啊。对了，这次我回来带个好东西。我这大英雄可不是随便说的。什么东西让你这么威风？我告诉你，就是小时候差点给你祭了天的那个神兽的脚啊。闭嘴吧，不是告诉你了吗？这是封建迷信的产物，哪有神兽啊？世界上根本就没有。不是，有没有？我拿来你一看就知道了。那神兽不会是你吧？不带这样的。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收起，立正。说一下，兄弟们，你们在我的带领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。是真金就发火炼，是好兵就不怕拉练。检验你们能力的时刻到了，下面呢，以我为圆心，向两边树林子里散开。哎，等等，钉子，你让我们散开干嘛去？拉练啊。哎，兔子，我这讲第几遍了？叫我队长，怎么就不长记性呢？就不叫。嘿，队长哥，那你叫我们去干嘛呀？拉练，啊，你们要撒欢的去玩，啊，今天咱们就打野战，看谁打的野味多。去去去。哎，钉子，你可真敢想啊！去去去去去去，散。一会儿大洋哥还来呢。现在我是队长，我说了算。咱们现在又找不到对手，那只能跟这些野鸡野兔子干了。跟去吧，别废话。啊，行，走。哥，嗯，那你不去干野鸡啊？我是队长，我得在这记时间啊。啊，赶紧去吧，天黑之前集合，快走。哦。李先生，赵德柱那小子会从这儿经过吗？这还用问吗？这可是玲珑山到赵王村的必经之地，除非赵德柱那小子长了翅膀，否则一定会从老虎岭下经过。好，赵德柱，今天老账新账一起算。大哥，兄弟们都埋伏好了。好，没我的命令，千万不能私自行动。你就放心吧。赵德柱这小子这次下山那可是代表玲珑山和共产党谈和的，你说那共产党万一要是派人来接应他，咱要是碰上共产党的大部队，咱可是要吃亏的。老二，你今天没喝点儿？这脑子突然灵光了，还能想到这些？废话，你以为我这刺猬岭的二当家白给他？虽然灵光了，可是没有灵到点上。赵德柱几时下山，共产党知道吗？即使知道，共产党会为了一个赵德柱调来部队吗？顶多也就是派护村队的一两个花架子，
这点威胁，你怕什么？对啊，老二，别紧张，这不是有我们在吗？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啊，去去去。嗯。哎，易先生，你看看啊。嗯。这边啊，啊，在那儿。这稀罕玩意儿，切！你别动！什么情况？土匪啊！柱子哥，哎，我，你这个被征用了，你就在这里，等着咱胡村队集合。在我没回来之前，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，否则军法处置，明白吗？嗯。大杨队长，大杨队长，大杨队长，我可是找到你了。什么事儿？看把你急的。我能不急吗？我发现土匪了。土匪在哪儿？就在村外的山上，赶紧去。不晚了，柱子哥就没命了。柱子，赵德柱怎么了？我看见柱子哥正从玲珑山下来，那帮土匪就埋伏在那边。你赶紧去，他们是想害柱子哥呀！啊，你先别急，他们有多少人？你看清楚了吗？大概有十几个，他们都拿着长枪呢。长枪！哎呀，你赶紧下命令吧！我们护村队就在山上演练呢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们马上行动。小丁子，集合护村队。是。来了，是他，赵德柱，快来吧，跳到我的包围圈，快来吧，来吧。来，你喝酒啊，毕大强，万一走火了，把共产党招来怎么办？哎呀，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别说话，不是，我是让你别说废话。你吩咐兄弟们，没我的命令，不许开枪，嗯，也不许扔石子儿。更不许大声喧哗，咱们就这么悄无声息的、静静的等着赵德柱那小子乖乖的跳到我们的包围圈里。嗯嗯嗯，快点跑啊！快跑啊！建哥，快点！快快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上去，敌人。今天演练结束，下面我们要进行一次真正的战斗。留任务了，兄弟们，赵德柱同志现在有危险了，你们说我们应不应该救？应该，应该，应该。德柱，柱子哥在，我们就在。柱子哥要是不在了，我小墩子都没脸回村了。钉子，你就下命令吧。下命令吧，领导。下命令吧。好。大洋同志的部队现在正在路上，我们作为先遣部队，先去突出土匪，等待大部队跟我们会合。记住，这次行动。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好，兄弟们，行动！站住！站住！几位爷，我走错路了。虽然这里不属于刺猬岭的管辖范围，但是几位远道而来，那没功劳也有苦劳是吧？这样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啊。
路途遥远啊，还有钥匙在身，恕不远送啊，别乱花啊。从刺猬岭逃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会有今天？你设计陷害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你落在我的手里，我会怎么处置你？狭路相逢，谁胜？我问你话呢，谁胜？勇者胜。你说我该怎么弄死你呀？啊，你怎么弄死我？你不能弄死我，因为你带的兄弟多，以多欺少，不公平。哎，我以多欺少啊？我欺负你啊？不可能，我从来都是以德服人。拿着枪，干嘛？今天我跟你小子单挑啊！呵呵呵，跑呀！这是要开干呐！你以为我怕你啊？你以为我傻呀？你带这么多兄弟，啊，那我打得赢你，打不赢你，那最后吃亏的还是我。你想想，你不是想做大哥吗？啊，你不是想那个以德服人吗？嗯。那你这样是不行的，你作为大哥，你要心胸宽广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天天小肚鸡肠的，那怎么将来能纵横四海呢？你们说是不是？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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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。真是巧舌如簧啊！我倒是想看看你是舌头格外的长，还是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当傻子啊！哎，你别过来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别想占我便宜。我告诉你，你见我第一次我就勾引我，你干嘛？想动手动脚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再不矜持我就喊人了。我。你喊呀，喊呀，喊！哎呦，轻点儿。怎么样？放心吧，以我墩子出马，一个顶俩。我已经用最新的摩斯密码告诉柱子哥，我们在这尽情撒野呢。尽情撒野？对呀，我看柱子哥玩得可开心了。对了，有个小姑娘都被他气得掏枪了。什么？掏枪了？没事，你不说大部队马上就来了吗？他肯定会安全的。你要是喊不来人，信不信我现在就一枪崩了你？我信，我信，我不是没喊吗？哎呀，不过不是我说你，这女孩子玩枪不好，我不吓唬你，这万一一会儿救我的人，啊，他们来了，把你这小嫩脸打成筛子了，你说你将来不就嫁不出去了吗？油嘴滑舌！你往哪儿跑？快背靠背飞起来，把弹头交给你了。快点，多差，都没人给你挡子弹。少废话，快上！这一棒！那去你的吧！都给我回来！大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！小弟子，你打我干啥？我打你，我打你还是轻了的。你知不知道，你把咱们都给暴露了？你比我还怂！我怂？我怂？我怂？我怂啥我？大杨同志，小钉子，你去那边，从侧面包抄，交叉火力。明白。特选队，跟我走。嗯嗯，走。大家都小心点，
一有动静马上趴下，就地隐秘环境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给我打！兄弟们，都别躲了，给我冲过去杀！什么情况？难道中埋伏了？肯定是骑马这个混蛋又骗老子！骑马这个老东西！你逼！老二，告诉你们先躲起来，这样目标太明显了。要怎么躲？我可不能缩头乌龟。就是啊，要躲起来，我看不见，怎么指挥啊？大哥，这样，老二，带几个弟兄把上头猪给我抓回来，我要活的，非亲手弄死他不可。好，回避。边境都是人，可恶，对面太狡猾了，现在看来咱们只能跟他拼个鱼死网破了。兄弟们给我打，打，找到住，你们两个马上跟我走。你带几个人掩护大部队的撤离，记住了，死也不能当叛徒。放心吧，我在这儿，去保护大哥。好。爹，这主忠，把我放了吧，反抗是没用的。废话，站！哎呀，杨鑫。大杨，你们来了！你这是又招惹谁了？怎么所有人都要针对你啊？哎，先别说，你先给我解开吧。解开。哎，再转广场，咱先回去。真刺激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还干！大头人，大头人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儿啊？慌慌张张的。山下的樵夫说，看见有一帮人在火并，好像还掳走了一个人。什么？掳走一个人？什么人？樵夫没有说，应该是远远看着，他没敢靠近。什么地方掳走的？就在咱们山寨和赵王村的路口。柱子哥今天下山，按时间来说，难道是？不会是跟共产党谈判不成，让人给办了吧？天天就知道说大话，逞能。我觉得这事儿怎么听起来有点蹊跷呢？几马，你看呢？大头人，您问我呢？是啊。啊，属下的意思呢，不可不防。现在这个共产党，那不是想说和就能说和的呀。咱们要是主动示弱的话，怕是将来任人宰割呀。嗯。阿巴，你就别再犹豫了。雷虎，你到，带人跟我去救人。是是。哎，站住！阿巴，小柱啊，你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吗？估计百十多号人吧，具体我也不知道。那哦，那他们有多少条枪？好像不多。我被关在牢里的时候，
我听土匪还抱怨来着，说枪不够用。哦，太好了。对了，德柱啊，这玲珑山上的情况怎么样？还顺利吧？那还用问吗？我赵德柱出马，还有办不成的事儿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是金条还是大洋，你看着赏吧啊！哦，这么大把握？那当然了，龙四老爷子说了，他愿意和共产党合作，不过你得亲自上去跟他谈。那太好了，放心，我们会充分听取少数民族的意见，因地制宜的。等等等等等等，你说这些我都听不懂，你就说，我这事儿办得漂亮不漂亮？漂亮，漂亮，太漂亮了，漂亮。对了，王红英在山上表现怎么样？这你算问着了。多亏有我这么个领导啊。对了，我想起一件事儿来，就那天我上山那天，我抓了一个探子，个不高，还罗圈腿，是咱们的人吗？不会啊，这山上除了你和王红英，没有咱们自己人呢。哎，那怪了。这人到底是谁呀？不管这老李是谁，只要咱们争取到玲珑山，胡彪啊就会彻底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，到时候由不得他不投降。这个你放心，只要我在龙四老爷子面前多美言几句，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啊。咱什么时候动身呢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现在就动身。好。朱子哥，你就是共产党当官的吧？放了我朱子哥！哎呀，龙姐，干嘛呀你？这是，啊，他是那个玲珑山的大公子，叫安爱龙，是我小兄弟。哎，让他把他们放下，怪吓人的。兄弟，你先把家伙放下，咱们好好聊聊，好不好？放下，我不就和我朱子哥一样了吗？啊！德柱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哪知道啊？不是，这什么意思呀？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把他放下！把他放下！别动！别动！朱子哥，你先走，我是来救你的。救什么救我？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别动！快走！别动！看来这位小兄弟对我们还有误会。这样，你把刀放下，我们人把枪放下，我方罩得住，跟你们走。放下！鬼才信你的话呢！快放我朱子哥走，要不然我就宰了你！那倒要看看是你的刀快，还是我们的枪快。试试，来啊！来试试，试试，试试，来！不能试。哎，德柱，我看这事儿一时半会儿也解释不清楚。这样吧，你先跟他们回山上去。不行，把枪放下，放下！听我命令。朱子哥，走，走。走！你看这事闹的，都别开枪啊！放下刀，别动，包围起来，放下刀，包围起来，都别开枪，放赵德柱他们走。走！你说这事闹的，这哎，哎呀，哎呀，这都哪儿和哪儿啊？你们退后，放下刀。哎，别开枪啊！朱子哥，你快走，马在前面林子里，快走！哎呀，哎，政委，政委，你们走，别开枪！谁开的枪？政委，这枪是我开的。为什么开枪？你放心吧，我没有伤到他们，我就是想给他们一点教训。要不然他们肯定以为我们共产党都是贪生怕死之辈，到时候咱们怎么展开收复玲珑山的工作啊？沈家清同志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还有你们，我都跟你们说过了，要注意党的民族政策，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要知道玲珑山上的兄弟姐妹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。我知道错了，政委，
那现在还有什么将功补过的机会吗？行了，回去再说。什么？你想上山？对，我也想去玲珑山。现在王红英和赵德柱已经在山上站住了脚，取得了他们的信任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的行动就多有不便，时常会受人关注。我想，如果我可以上山，能够帮助他们，他们展开工作也会顺手一些。最主要的，是我想为今天鲁莽的行为做一些弥补。政委，嘉欣同志，你一个女同志上山，是不是有点太危险了？英子也是女同志，她可以，我为什么不行？山上有条路，直通通向天，心中有个你，情深深系。山不高，温泉水叮咚，云彩不飞，不见月中玉兔，迷雾不散，不消前路宽阔，天空不黑，不动星宿自语，明知山上路坎坷，还要留汗，还要走，只要心里有执着梦想去追逐。春风又绿，